所长，请教一下这个吴脸男这个行为，我们目前是不是有那个有掌握到他的身份呢？有关这部分哈，本所目前正在积极查明哈吴脸男当事人的身份哈，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78条以相似法规定告发，处新台币500元以下罚金。好，到那个金轮大桥有旅游的民众，请遵守那个。请遵守交通规则，切勿在道路上坐卧等违规行为，共同维护行人的交通安全。